群组同时传讯息。那如果我们要同时跟所有群组里面的成员来做一个交谈，那我们就是找到群组之后，直接在前面的这一个箭头图示上面快按两下，那它就会打开这一个群组。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它是与哪一个群组，与 Open 这个群组来做一个对话。那它的成员呢，通通都会列在这边。好，那因为我们目前就只有一位成员，所以这里就只有一个。好，那我们一样在这边可以去做一个输入。那按下传送之后，所有的这个群组成员都会看到相同的一些讯息出现。